情况是这样，我当时还不在美术大师，我在中央美院教书，还在中央美院编四件美术，也参加，也做中央美院的教学工作。但是我跟胡蓉，当时有个美术杂志的副主编叫胡蓉，胡蓉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住在家也比较近，他的夫人冯香一也是我们中央美院的老师，所以关系很密切。当时胡蓉呢就经常组织一些读书班，读书班或者做一些研讨会。这研讨会我是经常参加他们的研讨会，当时参加的有周韶华啊，有叶朗啊这些人，还有一些就是搞美术搞文艺理论的美术理论的人，在一起，所以我们经常一起聊天。所以当这个罗东丽的父亲这个展出以后呢，这个社会上就有不同的意见，就有争论，就争论。胡蓉就跟我讲，他说：“哎，有人说这个话好，有人说这个话不好。他当然他是支持这个话的，他是支持这个话的，不但他支持，还有当时的像聂新廷，聂新廷他也是，他对这个艺术眼光也是很好的，他能判断出这个作品好不好。他因为他中央美院教也读过书，因为他自己对这个艺术的问题还是有一定的看法，不像有一些搞理论的、搞批评的，对画，说老实话，并不是很懂，他是懂画的，所以他对这个罗东丽的四川的绘画，他是肯定的，他是肯定的。肯定这个时候呢，邵阳的，也就是已经有人写了文章，就是说这个父亲非常好，非常好。但邵阳的就看了这些文章以后，就认为他们言过其实，认为这个父亲并不好。他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父亲这幅画是描写农民的疾苦的，是表现劳动人民的这个，就是说他的苦难的。那么这种画出来以后呢，会造成中国这个美术界的思想的波动啊，将来都画这些劳动人民的这个苦难，而不能表现这个劳动人民这种积极的上升的这种面貌。邵阳呢，他是研究文艺理论的，应该说，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并不是不重要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看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看的话，邵阳的这个观点，他也有他的可取之处。就是说，画父亲这幅画，在当时就讲，这个当时这个父亲这幅画，它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暗合了，暗暗的和我们共产党、和我们政府、和我们的意识形态要关注农民的命运，要关注农村的改革暗合了。他并不是罗东丽，并不是想到这点，说我画这个父亲就是为这个中国这个中国政府或者中国的共产党的这个农民政策服务。他不是这个，他是一个从在这个呃在这个这个。在四川，在山里面，在农村里面，他看到农民的这种生活景象，看到一个掏粪的农民，他是得到了一种真切的感受。他画这种，他完全是感性的，也是他非常就是说很偶然，就是说带有某种偶然性。他当然他的修养、他的知识、他的积累、他的功夫，但是他也并不是说他是有目的的要画这幅画，画个农民的画。说我们中国社会要变革了，要关注农村了，关注农民了，他没有这个，但他这幅画出来以后，他确实起了这个作用，就是说，哎，他跟我们社会的变革是吻合的，所以这幅画的历史意义就在这个地方，是吧？他是一个画家，但是他把这个绘画，他不自觉地把这个绘画提到一个很高的思想高度或哲学高度，这个是做这画的意义是很大的。当然，并不是很多人都认识这一点。这个，但是从传统的意识形态，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就是说五四以后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文艺座谈会以后的意识形态，我们是要讲描写真，就描写那种美好的东西、理想的东西。所以，当然这父亲不是我们理想的一个人物，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被遗忘的，被我们忘掉的一个农民的一份子。啊，这个农民的一份子的，我们对他的遗忘，表明我们的这个对农村的政策需要改革，需要发生变革。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邵阳的提出来，用根据过去的传统的美学思想提出一定意见，就希望不要大家都去画这些，这个还是有意义的。但是他这个评价，当然我从我的观点来讲，我是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但是邵阳的到现在为止还是保留，他是这个观念，他不久以前还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就去年、前年还写过一篇文章，批评这个罗东丽和这个父亲，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是一个学者、一个评论家，
他见仁见智，他自己的观点，我们应该尊重他。所以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虽然我们保持不同的见解。那么这个他写了这篇文章以后呢，这个《美食杂志》要发表啊，因为他是真名啊，他是讨论啊，《美食杂志》发表这个，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个文章我们就发表了。他们说你是不是写一篇文章？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和他讨论，啊，讨论这篇文章呢，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对这篇对这个作品的这个肯定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意思。当时当然还没有直接这么讲的那么明白，但是意思这个意思，这个话应该是肯定的，也是它是个这个话，实际上也是个典型。这个典型是一个我们这个农村没有变革、没有变化的一个典型人物，他有典型意义，有典型意义。他认为不典型，他认为典型人物应该是高大的，是光明的，啊，是朝气的。这个朝气的，那是他的一个基本观念。所以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呢，就对他带来不少压力，因为青年人就认为邵阳那是保守的，青年人很直观的，他把它分成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或者是革命的，啊，就认为邵阳是保守的，所以对他压力也不小。但是这个争论呢，我想还多少有一点好处的，对大家认识理解罗中立的父亲。或这一类的话，应该说我们是罗中立，自从罗中立父亲出来之后，我们中国的绘画的面貌就离开那个理想主义的那个状况，已经就是开了一个新的视野，一个新的道路。参加研讨会那是很多的，因为当时在北京经常参加这种讨论会，我们有几个一个香山的理论研讨会，在香山举办的理论研讨会，那当然你说的香山是我们早期的一个香山理论研讨会，大概是在八七年左右，还有我们理论委员会成立的时候，那八七年的理论研讨会，还有我们88年在杭州举办的理论研讨会，这些还有在这个烟台举办的，山东烟台举办的理论研讨会，这些讨论会对当时争论都非常激烈，争论都非常激烈。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争论的焦点就是说，中国要改革开放，中国要面向世界，中国要吸收西方文化、西方艺术的成果，但是如何保持住中国艺术的特色，这个里面意见就比较分歧，就比较大。实际上这个两种意见归纳起来，一种意见就认为说，我们西方有些人没公开这样说，但实际上就是我们要西化，就是说我们西方的道路是我们就是现代艺术的道路。另外一种意见呢，认为对这个有所否定，有所批评，认为我们的道路应该是中国有中国的道路，可以吸收西方的成果，但是要防止走西方的，就是按照西方的道路来改造我们的艺术面貌。这个两种意见里面，就是说，前一种意见，它表示它比较开放，但是它有它的不足之处。这个不足之处就它，对西方的这个艺术的这种分析啊，就是往往缺乏一种客观的分析，都认为都非常好，一切都是很理想的，都是很美好的。而后一种理论里面呢，多少含有一点民族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情绪，就是说中国的艺术有中国的特有的面貌，啊，中国的艺术基本上就是说要保持自己的这个面貌，或保持自己的道路。那事实上一个艺术不可能，艺术跟空气一样，跟海洋一样，它是互通的，你中国或西方它是互通的，它不可能说一个绝对的保持中国艺术的不变，中国艺术固定的格局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两种意见里面都有合理的因素，都有不合理的因素，但是我觉得这种讨论对中国艺术的促进，对中国艺术界提高自己的民族文化的自觉性，啊，这个是相当有好处。就是我们一要开放，二要有自己的立场，你不能说就一开放就失掉自己的立场。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要保护自保持自己的立场而不开放，或者我们对开放很惧怕。因为要开放，他什么都要进来，要进来我们都要，这个里面就有好的，有不好的。那关键你自己，我们在空气里面，我们可以吸收好的空气、不好的空气，但是我们只要是身体是健康的，我们就可以排斥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关键是要加强我们的主体的、本体的这种抵抗力和自己的这种免疫力啊，不能因为有这样西方有这样那样和我们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就要闭门造车，把门关起来，不开放。我说，但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中国美术界还存在这样的争论，我是很客观的理解，而且我认为这种争论非常有好处，因为这争论就说明中国人、中国艺术家，他要考虑自己的问题，他要考虑世界的问题，那么把这世界的问题和自己的问题结合起来，那么就是中国艺术家他一个希望，他的未来。